Alive or Asleep 是一款黑暗写实风格的卡牌游戏。游戏整体氛围与黑暗地牢十分相似，不过游戏玩法却大相径庭。游戏中我们只能扮演两种角色，分别是狼人与女巫。战斗中系统会随机给予五张牌，每张牌都有各种不同的属性。对敌人造成伤害的攻击卡，可以保护自己妨碍敌方的技能卡，或是稀奇古怪的能力卡。除了战斗之外，旅途上也有许多让人又爱又恨的随机事件。如果在途中遇到伤人，不妨停下脚步好好聊聊，搞不好会获得一些不错的卡牌或道具哦。